农村景区推石员流水席，千桌万人同时开席。8月25日河南一景区推出石员前流水席，游客每人付石元钱即可入席，八人一桌，吃完即走，服务人员清理桌子重新上菜，下一批接着开吃。据现场厨师介绍，当晚的菜品是十菜一汤，荤素搭配，有炸鱼块、红烧肉、蘑菇炒肉、栾川豆腐、蒸野菜等。现场的厨师有100多人，再加上上菜的服务员，一共超过500人提供保障。由于前来享用石原流水席的游客太多，景区从下午5点多开餐，一直开餐到华灯初上，游客仍是披星戴月打开手机灯，在桌上寻找着美味。初步估算当天用餐人数超过2万人。来源媒体中国新闻网。现场错落有致的流水席场面震撼，为准备这次盛大流水席，光厨师和服务员就超过500人，服务员举托盘传菜，天色已晚，游客摸黑用手机灯光在桌子上寻找着美味，千桌万人同时开席，从白天吃到黑夜。